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哈。昨天啊，我们旺旺中时民调公布最新民调的时候，宋楚瑜这个大概基本上比上个月是稍微高一点点，可到了十四就上不去了。那很多人讲，最近开始百万人联署，他声势会不会往上走呢？这两天又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包括什么？他传出来说可能用无党籍这个名义来参选，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超越蓝绿，然后可以组大联合政府。今天更新的消息啊，白皮书政见都在准备了。他做什么？二次宁静革命，超越蓝绿的这个思维，争取最主要是什么？中间选民，就是蓝跟绿之外的。而且这个白皮书啊，他谈政策直接切入单一的议题，比如说政府啊、产业改造啊、重建人民的这个信赖，直接去谈。问一下辉文，将来真的可以超越蓝绿啊？真的可以拿到中间的选票吗？齐凯大哥，其实你想说要超越蓝绿，当然是一个理想、一个理念哈。那困难度高不高？大家都知道，距离选举只剩下122天就要投票了，四个月多两天而已，122就要投票了。啊，你讲啊，我们要超越蓝绿，四个月就西够位呢？今天啊，122天就要投票了，你说这个时候说要超越蓝绿？困难度高不高？我不是质疑亲民党或者说宋楚瑜主席说，哎、欸，啊，你做未搞，做未搞，你叫向来走动做未搞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要丢出一个白皮书、一套政策，然后说服大家，你还要拼联署，然后募款啊什么这样子哦 ，make it 变成中选举，困不困难？咱天龙公益，其他兄弟你选举招标较久，绝对是无可能嘛。困难度很高了，我不要说不可能，困难度很高。那宋楚瑜主席硬要这样做，结果是什么？我比较担心哈、哦，会赢不了啦。好，就是说啊，我都想要安尼走，不过你这条路，因为你本来有四年的时间在走嘛，两千块没干净嘛，你今嘛选举没都。哦，你过年时阵你干要用这個，我认为有困难呐、啊。那这样子能不能打动选民？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了。所以我是比较建议啊，我个人斗胆建议这个亲民党或宋楚瑜说，是不是换个方向，换个比较简单的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说现在的马政府被民进党跟亲民党一再的批评啊，说什么黑金沸腾啊，或国殃民啊，啊民进党啊，国民党相关不值得哦，我都没有意见。那所以你们应该坐下来谈嘛。你们应该把所有讨厌马英九的、认为马英九不该连任的、认为国民党应该交出政权的，那啊团结嘛，团结都不一定会赢啊，何况你们还不团结，你们要想办法在李登辉的这个领导之下，把施明德找来，把宋楚瑜找来，把蔡英文找来，说通通就做好，一人倒一杯开水。好，阿兰基本上要办，因为从各种民调，刚刚齐凯兄在提到，你们民调一路输嘛，没一个民调赢的嘛。我现在讲的不是个别的政党或候选人哦，我现在讲的是，我现在讲说马跟这个反马来比的话，都是马领先啊，反跟反马这个就清楚的概念嘛，所以应该你们赶快，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哈，哎，赶紧呢，赶紧团结起来。你如果用宋楚瑜，用亲民党，这个我个人我是鼓励的，我希望他选到底。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反而便宜的马英九说啊，你弄跳亏跳亏跳爽？记得姚立明老师讲什么？他说会有第四组人，就是扣掉国民党、民进党，还有这个亲民党宋主席之外，会有第四组人。你们人越多越分散哦，其实对马英九而言哦，绝对是好消息、啊。应鹏，辉文讲的是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目前马英九是遥遥领先，包括领先蔡英文、领先宋楚瑜。第二个，跟蔡英文跟宋楚瑜坐下来谈啊，推组人啊，这样不就开才有机会赢马英九吗？这我觉得现在马英九不至于遥遥领先了，但是那种领先幅度大小，其实从民调看得出来，包含民进党的民调。那以数学选举数学来看，辉文讲的完全正确。但是政治就是先结团才喊团结嘛，就是他们先结归结公，咱这是集团呐 这一团一定要团结哦，没有再把权力拱手让人的。对，所以辉文刚刚讲说，反马势力你要怎么样坐下来，有时候是没办法结合。譬如说，为什么亲民党跟民进党没办法结合？我认为没有办法。就是在光在我在立法院那几年，我一直在讲说，我没有看过亲民党投票行为跟国民党不一致过。那民进党也有几次跟我办婚教，譬如说那个之前他们危机解密出来的那个投票行为哦，那亲民党就是原来是借着民进党的手，原来是跟国民党多要几席嘛。哦，原来张显耀他们讲的是如此嘛。所以有那几次经验之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根本不可能结合。那亲民党就算今天想要连组一个反马大联盟，我觉得都很难呐、啊。那但是我觉得亲民党说要跳跃蓝绿，所以辉文的反马大联盟不可能成型、啊，不可能，因为他有各自努力、啊，每个人后面带领一长串的历史。你要这种做这种超越政党的结合，只有议题而不是人，對一定要不带人的色彩。所以朋友有没有比把马英九拉下来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啊，要反马大联盟赢了才有权力可以分配嘛。才有国营事业董事长可以分配嘛？你不赢，你不赢，你有生命都没啊！如果照辉文这样讲了，硬去结合，我也是想过说思考说啊，宋先来搭副手啊，怎么？就算可以成了，你有时候
这样硬搭下去之后，你跑得更多，就拍共了嘛。就是长期以来大家是一个不同阵营的，为什么他们要超越蓝绿？即使今天连国民党跟民进党候选人都说我自己要超越蓝绿啊，就表示社会有那个负面对于蓝绿的恶斗的负面印象没有错，但是还是跳脱不了，尤其是亲民党。那我觉得亲民党今天走向政策论述是对的，但是你要想哦，亲民党有可能陷入一个一头热。那个吴坤义发言人可以说，宋先也不排除用无党籍。那今天亲民党又提出了自己的政纲也好，自己的政见，然后最后你的党主席去跟人家结无党啊，那结无党的目的是要超越蓝绿，可能还要跟台联更绿的那些结合。那好了，辉文的提议被推翻了。那现在重点是什么？问一下李老大、啊，昨天讲有考虑无党籍，今天提出来政纲已经开始在你了。选举的政白皮书，现在的媒体是很厉害了哈，他有一点风声，他就给他报起来。那当然，在他的幕僚上面是有考虑到，就是说是以亲民党选，啊，还是以一个整个无党籍选哈。但是我想说，辉文讲那个这个反马大联盟，我想那个宋楚瑜也好，我也好，我们这叫选举，我们并不是以反马。好，有的我们是真的是要考虑到，我们是要救台湾人民哈。那这是一个革命，我们在这在革命中，因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震撼，一个台湾有156万户入不敷出，啊，那台湾这个大学生有20几万失业，那找到工作的70%是不稳定工作，那台湾现在每年杀3个小孩生一个小孩，每年堕胎50万，只生17万不到。那他这重点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安定的工作，他没有办法成家，没有办法生孩子。那这些问题，还有台湾真正老人，因为台湾日本是战后民国就是35年开始大量生产，生了几十年。那现在人口只是当时生口的6成。那台湾是民国42年开始到72年，这30年大量生很多小孩，就每年生是42万以上，但是现在只生了以前的4成。这都是后面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临近革命呢，就整个就是说提高政府的功能，那重新这个考虑这个经济的啊，发挥经济的机能是从这方面来哈。当然革命就没有怕牺牲的了哈，所以是这个哈，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这个并把我们定位说是反马大结合，不是，我们是希望说为民能有一个发挥功能的政府，当然人才什么样人才都要用。所以有考虑到这个，所以考虑这个的幕僚就想到是不是呢要一个无党籍身份的超越。好，但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格局是超越党派，那是不是以无党籍身份，这只是幕僚还在思考的一个嘛。那当然了，刚刚那个辉文讲说这个运鹏呢在肯定这个金补充呢这个不能不这个不要太相信。那同样嘛，那个辉文你给亲民党的建议我们也保留了哈，但是我们非常谢谢了这样。我回应一下了哈，其实我是不应该给任何政党建议的，就是说因为你不把马英九拉下来其他讲都废话。我超越蓝绿啦，我照顾低收入户啊，用亲党这款话我不能讲嘛，我都没做总统啊，我都是一个评论员啊，说我要照顾老百姓，我自己都养不活，我照顾什么老百姓？你最能够发挥你超越蓝绿所谓的说你的政见政纲能够落实什么？你要拿到政权嘛。在座每个都这么内行的，干嘛讲那些你讲那些空话有什么用？哎呀，我们要怎么样？你要，所以我说。很人的执政者，很人的国民党，除了杀人放火之外，什么招他做不出来？他一定要把政权抱住，因为过去8年他们失去政权太痛苦了嘛。所以他们这次无论怎么样，他们一定会保持这个政权。我比较担心，我不是针对民进党或亲民党个别政党，我是说你们都认为马英九总统如何如何嘛？包括宋楚瑜对马英九的批评嘛？那个都刀刀见骨的、啊。民进党对马英九批评，我就不赘述了。那李登辉对马英九也不满了，所以说要弃马保台啊。那如果你们这些人，囿于自己这种本位主义跟山头主义，说，我不跟你合作，咱无港牌，那马英九就乐见这样的发展了、啊。好，选票一打开，有5个人、6个人，啊，现任的呢？现任一定是优势嘛，哎，现在算老赢啊，啊，那对马英九是好啊，败，一定败嘛，我都现在算老赢啊，我这3年我做到这前我搁赢啊，你看，所以齐凯中剩122天，我强调剩122天，民调是这样的走势，所有对马总统有意见的，你们还不团结？那你们是便宜的马英九，我说实在话。